开场是什么？Hello guys， 欢迎来到 Nico 的美食 Vlog 的时间。今天陪黑熊来黑蛋城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很大的奥莱广场。我现在其实看不到我的荧幕，所以盲拍来练习盲拍。我们就站在这里等到它掉下来好了。不要啦，我想吃饭了。是跟宇根还有 DA 他们来，然后我就觉得这边一定超级适合黑熊来拍 vlog。那刚好他们现在有一个圣诞城的企划，我觉得超厉害。很可惜我们错过了下雪的时机点。听说每十分钟会下一次雪，整点会下一次雪，可是我们好像。好像错过了，不是很确定，应该叫下雪啦。我们现在连餐厅都找不到。哎、欸，你不是之前跟我说你想吃卷豆腐？嗯，那就吃卷豆腐啊。走，卷豆腐。哇，这石锅饭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是不是？之前就想吃了，可是每次排队都要等很久，所以后来每次都是排到一半就放弃。但就想吃，怎么有办法头都洗下去，然后就不干脆排完？因为跟我一起排的人不愿意排队啊。双人餐，我要那个起司嫩豆腐堡，B 部分就是石锅饭就好了。特色料理的话要春川对辣鸡、海鲜煎饼、薄片。饮料是加59元是两杯一杯，所以如果买两杯就是加两个59。好，那我们都卖茶就好。然后我要单点一个烘蛋，对，谢谢。可以续，所以打打起吧。梅子、萝卜。哦，这个梅子萝卜厉害，酸酸甜甜的，很下饭。这基本上是拌在饭里面吃的，我记得看韩剧都是。就是饭，然后他们把小菜倒进去，然后拉这会，然后这样吃。天啊，这个真的好好吃哦！我超喜欢吃腌萝卜的，妈呀！叫做卷豆腐，当然就要吃豆腐啊。它豆腐很嫩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吃起来有一点牛奶的味道，可能是因为 cheese。我们点的是 cheese， 然后又拌一颗蛋进去，整个汤吃起来超好吃的，口感很滑顺，猪肉的味道超棒。对，我好喜欢这种长汤匙哦，哪里才能买到这种长汤匙啊？就觉得可以拿很远啊。哦，这好好吃哦。那个我还没说辣鸡。辣，它不会硬，它的 juicy 是酱，就它流出来的汁是酱。蛋卷加番茄酱超好吃的，不过这世界上。几乎什么东西加番茄酱都好吃啊！来喽，没有到不能吃啦，但我可能要过很久才能再吃下一块。咸煎饼。
们吃好久了，但桌上的东西好像没有少很多。加油好吗，寿星？加油好吗？为什么所有 YouTuber 最后都会出专辑？这是 YouTuber 最终的目标吗？那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？我不会只是 YouTuber， 所以我才会要做作品。YouTuber 这个身份跟这个文化辅助我可以去做这些东西。吃完了，我们等等结账，然后去外面总评吧。来，那么满1000块一张抽奖券哦，扫 QR code 可以参加抽手机的活动。好，谢谢。来这个。什么表情？是不满意的意思吗？很撑，很撑，我走不动了。有个哇，这个辣鸡啊，就那个吃鸡，你吃了3口之后，你就不会想再吃下去了。就是你第一口觉得不错，第二口还行，第三口觉得有点多。啊，第三口有点多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就觉得哎，好像吃开始腻了。哦，对。然后你喜欢的蒸蛋呢？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，但也是跟吃鸡一样，你多吃几个就开始有点腻了。哪有你只吃一块？那个你只吃一块。我现在想到那个味道我就吃不下。其实那个我也是没有吃，我好像吃第二块、第三块吧，第三块我就觉得哦，都是 cheese， 好腻哦。对对对对，海鲜煎饼就还不错。海鲜煎饼还不错。哇，差点吐出来，真的饱到我差点吐出来。不要这样子吗？造成这边的困扰。画面上的不，画面上的不优，造成我的困扰啊！你们想看长怎么样子？等等，我提出来。我觉得它的豆腐真的很好吃，你们一定要点豆腐。就是不管你点什么，你点那个石锅拌饭也好，你点海鲜煎饼也好 ，any kind， 一定要点它那个豆腐堡。那个豆腐堡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啊。其实我们点2个锅就好了，一人1个锅，刚刚好，就好好的喝那个汤，哦，真的，吃那个豆腐配那个蛋，再加一点石锅饭，石锅饭。我们就点太多了。对。总而言之呢，大老远跑来桃园吃了一个全省都有的分店啊，可是难得跟黑熊出来吃饭嘛，所以就吃好一点，而且。不要，你休想，不准讲这件事。黑熊30岁了，气死，一定要讲哎。对，然后又失业，全职 YouTuber。自己拿着。生气了。好，反正就是这样嘛。所以在一个人生大转变，这个年纪还能做这种转变，我觉得很佩服他的勇气。我就没有勇气做这种事情。我现在只有快冷死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就下一支美食 vlog， 下一支美食 vlog 再见喽。片尾我应该会放一些圣诞节，就是这边有一些圣诞节的画面，然后做彩蛋。如果你们想要详细更多这个圣诞城的介绍的话，去找他这个30岁的中年失业大叔。大家拜拜。好像很好逛哎。血拼的时候到了，各位。